薛之谦的男扮女装惊艳全网，看到蔡徐坤的女装神仙姐姐，薛之谦的男扮女装视频一发出来，接着就惊艳了全网，网友对此也是纷纷夸赞，人气也再一次提升。不过除了薛之谦外，蔡徐坤的女装扮相更为惊艳，长相这么清秀的男生扮上女装也一定能惊艳全场。网友用 P 图软件给蔡徐坤换成了女装造型，在画面中蔡徐坤一下子变成了穿着校服的女神，一头长发很迷人，十分好看。在 NPC 成员中，蔡徐坤作为队长是演唱和门面担当，所以女装这么好看也是意料之中的。网友又把蔡徐坤放进古装照中，效果却出乎意料，网友看到效果图后直呼这是神仙姐姐吧。网友看到蔡徐坤的扮女装造型后，尤其是这张萝莉风的美照，一身粉色少女系的造型，让蔡徐坤呈现出来的效果真是迷人极了，神仙姐姐的既视感。都说鞠婧祎的宣美妆很美，直到看见蔡徐坤的比原版都惊艳。